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学习我们的系列课程《职业规划五十二个深度解答》。那我们今天呢要分析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就是高薪低职和低薪高职啊，应该选哪个？好，那么我仍然是大家熟悉的王鹏老师。首先呢，欢迎大家在我课程的评论区留言和提问。你提出的任何问题呢，都有可能被我们选中啊，专门做一期课程的讲解。当然呢，也欢迎私下的提问，这里是我的联系方式。 好，那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这位同学的困惑问题。那这个同学呢，他的这个情景是这样的，他说：“老师，我遇到一个这样的职业选择，低薪啊，但是呢，比现在的工作职级要高一级啊，就是主管晋升为经理。还有一个呢，就是职级不变，但是呢，薪水增加百分之三十啊，我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选。” 所以呢，叫高薪低职和低薪高职啊，应该选哪个？这听起来像这个绕口令是吧？但是呢，这个职业选项其实在我们现实的这个工作当中非常常见，对吧？呃，有可能你跳了一个岗位，薪水有可能降低，但是职级听起来好像高了很多。 对吧？或者呢，你可能选了一个职业，职级是持平的，或者甚至职级是下降的，但是呢，薪水居然增加了不少啊！那么，请问这样的选择，面对这种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选？一般来讲呢，可能很多人就会呃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说，哎呀，那得看你这个需要什么呀，对吧？你是需要呃想要这个这个更高的职位啊，还是想要这个更高的薪水啊？啊、呃！但其实呢，这个问题背后呢，有一整套呃这个。 专业的这么一个思维的套路啊，那我们今天呢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思维套路是什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过啊，我们这个课程不是只给一个答案，而是要教大家一套这个思维方式啊。所以呢，我们跟着，请大家跟着我的思路一起来看一看一个职业规划师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好，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先要先看一个这样的模型啊，我们把它叫做跳槽的本质。 一般来讲，只要你是主动跳槽，对吧？我说我从一个岗位跳到另一个岗位去，从一个企业跳到另一个企业去，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为两件事儿，要么为民，要么为利，是这样的吧？我们说为民就是去一个更高的职位，为利呢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收入。啊，当然这里面我们讲的是主动跳槽了，有没有被动跳槽的呢？有，比如说企业裁员了。 啊，或者这行业不行了，或者跟这个上司关系不好，人际关系处理不好，最后被迫跳槽的也有。但是，一般来讲，主动跳槽，我们一般就是追求这两项嘛，更高的职位和更多的收入啊。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型，我们就基本上来分析一下什么呢？啊，这个到底该怎么去呃思考？ 这个跳槽的时候，什么时候这个这个跳的槽有可能会给你更高的职位？什么情况下有可能会给你更多的收入？所以呢，讲到这儿呢，我先讲一个案例啊。曾经有一个学员跟我抱怨过，他说：“老师，你知道，嗯，很多职业规划师呢，就是我觉得在业内好像也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啊。有的老师就会说，跳槽啊，一定要每隔几年跳几次，对吧？每隔一段时间跳一跳，跳一跳，因为越跳职位才会越高。” 但有的老师呢，看或者有的文章呢，又说，哎呀，这个职业重在积累和坚持，对吧？呃，这个经常跳槽呢，其实并不会被 HR 认为是一件好事啊，尤其是招聘的 HR。所以呢，我这个学员呢就跟我抱怨，他说：“老师，你知道当年和有和我一起在一起工作的一个同事，我们在一家企业呢一起工作了两年，然后他就跳槽了。” 啊，去了某一个公司，后来网上呢一直有联系，再后来呢，发现他在后面的两年时间又跳了两次，啊，都去了、嗯、这个这个其他的一个什么公司的岗位，连着跳了两次，时间都不长。但是现在我们再见面，他已经是某公司的总监了，而我还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主管。哇，你想啊，对吧？总监跟主管差这么大，那我一直在这一家公司，我就觉得很不公平。 是吧？咱们不是说职业要积累吗？那为什么有的人反而越跳越好呢？所以呢，面对这类问题呢，来，我给大家分析一下。一般来讲啊，比较常见的几种跳槽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几种，我都给你罗列出来了。呃，我们一般呢，在跳槽的时候会考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什么叫公司规模啊？叫公司规模。所以呢，这里呢有几个典型的情况，来，我给你分析分析。 比如说，一般来讲，如果你是从一家大公司跳到一另一家大公司啊，举例，你可能比如说从腾讯跳到阿里巴巴，是吧？一般来讲，公司组织结构不一样，但是呢，你只要是从这种大公司往大公司跳，职级职位呢，相对来讲就会平级或者降级，薪水有可能高，也有可能平。 啊，有没有可能低呢？这个就不太确定啊。但是大部分见到的都是薪水有可能高或者平，但是注意，一般来讲，职位或者职级绝不会往上升的。啊，以我自己清楚的，我自己知道的一家，就比如说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就有这样的规定，就很有意思。它的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比如说什么其他大公司来的，百度也好，腾讯也好，微软也好，你只要跳槽到阿里，阿里的硬性规定是必须降一级。就是你原来在那边，比如说是这个这个总监，那不好意思，到这儿来啊，如果给你总监，至少在职级上啊，什么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M 级 M 级也要往下降一点，对吧？甚至于职位上都要往下降。 对吧？职位上都要往下降，因为阿里的想法是什么呢？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如果你评级跳过来，那就证明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给你评级甚至高一级，那就证明我们公司不行呗，对吧？所以呢，其实阿里的硬性要求就是只能评级跳啊、呃，只能降级跳，只能降级跳。所以呢，第一种叫大公司往大公司跳，就一般是评级或者降级啊、呃，薪水有可能是高一点，也有可能平。 好，那么如果你是从一家大公司往小公司跳呢？啊，最常见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从一家大公司跳到小公司，一般职位会上升一级，但是薪水呢，一般呢持平或者增加一点啊，薪水持平或者增加一点。所以，大公司往小公司跳啊，恭喜你，是有可能同时实现升职加薪的。 再不次也绝对能实现其中一个，对吧？要么升职，要么加薪啊！大公司往小公司跳，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好，那么还有一种叫小公司往大公司跳啊！你在行业内，如果是一从家从一家小公司跳到一个大公司，那不好意思，百分百职位一定是降的。这个你想也能想得明白，对吧？你在小公司带一个五人的，呃，项目，你是一个经理，可能就带五个人，你跳到大公司去，可能。 仍然是经理，但是可能带五十个人，对吧？评级跳都不大可能，一般都会降级跳。薪水有可能高或者持平。好，最后一种，小公司跳到小公司，职位升级或者评级，薪水有可能会增加，有可能会持平啊，有可能会增加，有可能会持平。好，那么一般来讲是这样的。 为什么最后两种情况我要稍微讲一下，我要稍微多啰嗦一句，为什么小小公司跳到大公司呢？这种情况下很少见，各位也呃不大可能会这个很顺利的这样你入职，因为大公司往往更招更重视什么校招的员工，就是他您肯定要应届的，因为好培养嘛。你想你在公你在社会上都已经混了四五年了，你要跳到我们公司来又要磨合，对吧？这个各种的麻烦。 而且呢，价格还不低啊，你可能要价还不低，所以呢，一般小公司的大公司一般都是，这个刚毕业了去小公司啊，再往大公司评级跳都非常难啊，非常难，大公司宁肯要校招生都不要你。那最后一种呢，小公司往小公司跳，那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对吧？这个。 这个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啊，我一般来讲跳槽这种常见的就是几种。好，那么我们稍微的来深度思考一下啊，这个前面的理论我给大家讲明白了，那这理论怎么用呢？哎，来第一个，我有三个要点要讲，第一个要点叫通过跳槽同时达成升职加薪的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难的。 对吧？因为你想想看，你要通过跳槽同时要升职加薪，那我们说过前面就那几种情况，你算一下就知道，对吧？同时越要升职越要加薪，那就只能大公司往小公司跳了。而且还有很多情况下是你大公司可能薪水比较高的情况下，小公司给不了那么多钱，是吧？顶多给你一个更高点的职位，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呢，一般来讲，第一个，既然它同时很难达到，你就要注意要聚焦。 啊，什么叫聚焦呢？就是升职加薪要有个排序，你到底是想先升职，还是想看重更多点钱？你得自己想明白，是吧？就好比这个大学生毕业找工作，说你想找个什么理想的工作啊？钱多活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是吧？你看这几个一听都都很矛盾，钱多还得活少，位置高还得权力重，还得责任轻，这这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是吧？所以同时，如果都有这种相互矛盾的。 这个这个需求那就很没戏了，就很难实现了。所以一般来讲，升职加薪同时很难达成啊，尤其是通过跳槽同时很难达成，所以需要你来聚焦啊，最好要有一个排序。第二个呢，就是跳槽要看企业的规模啊。如果呢大企业跳去大企业，注意岗位比薪水重要；如果跳去小企业，薪水比岗位重要。哎，好了，我来讲讲看为什么是这样的。 呃，原因呢有这样的几个，第一个啊、呃，大企业的岗位往往也意味着好项目、好人脉和好资源嘛，对吧？你看大企业从来不会做一些，就是很少出现做特别烂的项目，因为大部分企业做的项目都比较大，企业做的比较靠谱的项目都比较靠谱，对吧？而且这是第一个啊，所以呢，一般来讲呢，你在一个大企业当中遇到一个更高的岗位，他接触的资源、人脉圈子一定是更好的。 所以这就是你看为什么很多一些什么人力资源的论坛啊，什么各种的分享啊，都要请一些什么大企业出来的某某总监，大企业出来的某某副总裁。你说他真的能力有多强吗？其实真的不见得。但是这个平台太有名了，对吧？这个企业所有人都听过啊，这企业做的还很好，大家就默认为你看你都能在这么好的企业里工作，那你能力一定不差嘛，是吧？所以大企业的好岗位其实是更好的。 而且呢，这里面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大企业相对来讲，岗位货币是不超发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是有点像这个货币超发一样。小企业经常容易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随便给你印一个抬头，但是没多少钱。 对吧？随便给你个岗位，抬头写的可吓人了，但是没多少钱。所以我就见过那样在论坛里面有人过来递名片的，名片一接过来，某某某公司，我也没听过，对吧？上面印着什么华东区副总裁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这个区的副总裁。哎，我说您是副总裁啊？我说您带一个多少人的团队啊？不多多，我们区一共就一家分公司，对吧？对吧？就分公司一共八个人，我就带着八个人。 那你就想嘛，就是你都已经是华东区副总裁了，你就带八个人，这跟一个企业的经理和主管有啥区别呢？一些大企业的主管可能都不止带这么多人。所以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呃，这个携程的一个呃学员啊，过来递名片，他说他是一个小组长啊。我还想，我说你小组长啊挺好，我说小组长带多少人啊？下面带六十五个人啊，六十五个人的小组长管理六十五个人。 所以你就想一想，一般来讲，大企业是不会轻易给你，呃，这个这个做这种岗位货币超发的事情。他承认你是个总监，这个总监相对单的权责力就确实还是挺重的啊，确实还是挺重的，不会忽悠你。所以小企业呢就不一定了，有的时候小企业为了忽悠你入职，对吧？可以给你把抬头开到什么，呃，四个人都是大客户经理，对吧？这些大客户经理就知道就是、就是、大就是个销售啊，就是个销售，所以呢。 啊，那么这样看起来就是小企业，薪水就比岗位重要了。那反过来说，为什么薪水比岗位重要呢？小企业，因为小企业的兑现能力弱嘛，就是他兑现承诺的能力比较弱啊。他跟你说你是什么什么再高的岗位没有用，这个企业都没人听过。 平台就这么大，有谁知道你呢？所以它的兑现能力比较弱啊。所以小企业的岗位在市场上可能不值钱，而且还有个尴尬，什么？你要真在某一家小企业，人家给了你一个什么什么副总裁的抬头，对吧？那你说你下次跳槽的时候怎么跳？你要奔着别的企业的副总裁去吗？你又没那个能力，对吧？那你要说好，那那我就好，那我就奔着经理去吧，那就很奇怪。你的简历上写你原来做过副总裁，现在你要来我们企业做个经理。 你不觉得很尴尬吗？所以小企业入职小企业一定要看什么薪水，薪水就比岗位要重要的多啊。好，所以最后呢，第三个要点讲的是什么呢？来，就是选，如果你选升职，其实选择的是未来的收入，对吧？啊，他选的是未来的钱，那么他选的其实选升职更多的是看重这个岗位能接触到的资源，钱就已经不再是当前最重要的东西了。 那如果你选加薪，选择的是现在的钱，对吧？就是我需要这个钱更多一点，那我现在就急需嘛，我等不了，那这就是现在的钱的问题。所以你要选哪个，看你当前的需求是哪个。如果你现在收入并没有那么紧张，对吧？没有到大量用钱的时候，那其实选一个更高的岗位一定是更合适的嘛，因为这个岗位。 能带来更多的资源，为你未来铺路。如果你这个阶段呢，确实钱的压力比较大，那就选一个收入更高的岗位也无可厚非。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有给大家分析清楚吗？啊，来，我们最后呢总结一下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启示。那我呢写了两点啊，第一个就是需求要排序，不能同时满足就选择阶段性满足，对吧？跳升职加薪不能同时。 实现那我们跳槽的时候就要考虑先升职，下个阶段再加薪，还是先加薪，下个阶段再谋发展啊？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叫做企业的规模呢，隐含着企业兑付承诺的能力。所以如果一般来讲，他们的兑付能力上决定了你要不要相信他啊？你要不要相信他的承诺？如果他的兑现承诺能力够强，那你当然可以相信了，对吧？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强兑现承诺的能力，那我就建议还是拿现钱比较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呢，就分析到这里了。最后呢，推荐一下我们公司的公众号啊，颜值有礼的公众号。那每个周呢，我们都会在这个公众号里更新职场的爆款文章和一些学习资料，供大家学习提升啊，欢迎大家关注。好，我们今天这节课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